真係好開心，咁多位啦，尤其是以前我叫偉哥，阿香姐啊，香香姐，以前我叫偉哥，不過而家叫大嫂，我多謝。我希望誒可以有啲唔同嘅角色，即係啱啱呢一套誒果欄咧，就有一個唔係淨係乖乖類嘅角色啦，可能可以惡少少啦，咁佢有啲好似想做人啊，我想試下啲再激烈啲或者癲啲或者醜啲嘅嘢啦，咁啊係咯，就希望喺呢個方向嘅事可以多啲唔同嘅性格。係啦，下手咧係有咩特傳咧？我好細個我就煮飯嘅，我中意㗎。啲人真係玩緊煮飯仔嗰陣時，我就入咗廚房裏邊煮㗎啦。雖然係由細到大都喜歡嘅，烹飪呢樣嘢。咁啊，大個咗就更加會食得多咗唔同嘅嘢，會自己去研究啦。咁啊，有自己嘅食啦，維多味道啊，又食得好健康啊咁樣。咁啊，其實都～我自己食嘢係比較偏向健康嘅，咁啊我自己食啲好簡單嘅，但係如果要宴客嘅咧，咁啊啲鮑魚啊，骨架啊，成日宴客㗎，係喎。